Hello， 大家好，台北圆弄，今天刚好来南京三民捷运站这边哦。那现在是早上的8、9点哦，还没吃早餐哦。来这边吃一家福来早餐哦。之前看过它蛮多次，还没吃过，今天就来试试看哦。哦，它是在南京三民捷运站后面的巷子里哦，福来早餐，来去吃看看哦。看一下它的。看一下他的推荐的菜单哦。大概是比一般的早餐店的价位高一点。现在早上时间哦，也是有点冷。看一下店内的样子。看一下菜单。冷气蛮凉的哦。哦，扫码点餐哦。搞了一个红茶哦，还有自己的杯子。我看一下哦，这个叫做花生酱肉蛋起司哦。然后它是吐司，然后它做成吐司这样子。这个加上这个是79，然后加上的饮料是29，总共108。我看一下，还不错，是哦。那这个口味比较特别。吃起来蛮顺口的，口味比较特别。